你的手里，主啊，圣泉雪莲这个家，主啊，谢谢你把它带到我们中间，是让我们的教会生活更加丰富。主啊，也纪念比北春梅，主啊，新蕊新秀，主啊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。是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天天平安喜乐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有福！主啊，你把我们摆在身体的里面，主啊，有这么多的云彩。这是继续的兼顾潘弟兄、秋儿他们这一家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，绝对的奉献在你的面前。谢谢迪北跟春梅这一家，谢谢主把这些弟兄姊妹放在我们旁边，帮助我们。感谢主，谢谢许妈，这样子的爱主更是激励着我们，更是一心要向着你。阿门。在这岁末的里面，对，数算你的恩典。阿门。感谢你，阿门。像弟兄姊妹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，阿门。数算你的恩典，阿门。主啊，诉说你的，主啊，对我们的一个恩典，阿门。感谢你，阿门。是，让我们能够多相调，阿门。然后主啊，都聚在一起，阿门。都有交通，阿门。仰望你，你的成分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，是的。主啊，这个很多的榜样在我们中间，阿门。啊，都温暖着我们的心，阿门。仰望你的恩典，带领我们走属天的2018年。阿门。谢谢你召集我们，阿门。享受你的恩典，阿门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有更多的交通，阿门。相调，是在生命里面合一，在灵里面合一，是在你的国度合一，阿门。感谢主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你让我们从岁初到岁末，阿门。平安都喜乐，阿门。展望2018年，阿门。一样有你的同在，阿门。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，这个最大的平安祭，耶稣基督是主。过两下磨，然后下次来再画。对对对啊，要切的。这都可以吗？不可以吧？直的就可以啊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是米酒啊，放米酒啊。对啊，放米酒。这种只能放米酒，不能放绍兴吧？不行不行，对啊。有用米酒，一样米酒香。有啊，米酒那么浓。有浓吗？浓。浓。啊。我帮你讲，很浓的。我觉得还好，很浓很浓。有吗？很有酒味。杨忠弟兄都学音好好好爱。好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我已经讲过了。那个忠弟兄好羡慕，好羡慕，羡慕的要命。怎么看得出来？就没有声源问，声源说 no 不是，是我他讲错了，应该是说对呀，讲颠倒，讲错了。你要给我再我讲回馈，你爱的多啊，给你的回馈了。他讲说，他说：“现在要讲谁爱谁比谁多噻。”没有，弟兄姊妹都周弟兄也是爱的，啊，周弟兄也是赞美，啊，要升锅就对了。而且好是，而且他去买日本米，啊，这是日本米啊，他那个锅是2000多块，2万多块，你什么时候买的我啊？我买个2000块都买不下，去日本再买。日本就要2万5千吗？台湾都哦，那台湾更贵。而且那个型号一般台湾买不到，他们日本买的卖的那个设计，是国内的。啊，为什么叫神锅？它可以煮很多料理，很多形容。他们外销的跟他们本国不一样。可以做很多料理，还是他煮东西？他可以煮121种口感的饭。妈，有点。对对，啊，对那个标他觉得不 OK， 他今天就跟我说他想要现煮给你们吃。哇，很好吃，吃不出来。我的标准。哇，你的标准，那还蛮多。人性的味道，对，你了解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很满意，我很满意啊。我很老表。这两位弟兄只要有人弄给他吃就对了。对。他要让你们知道最好吃的。对啊，这个意思。对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要让你知道最好吃。那我帮他讲一下。
样啦，很好吃。其实猪八年还是好的，主要是精益求精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正常是不是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精益求精。就是说下次来我们家吃现煮的啦。妈妈会，然后妈下次我们再约到他们家吃。嗯啊，吃现煮。去他们家啊，去他们家吃东西，真的。对，奶油虾就算吃了。他今天吃奶油虾的时候，他又说见到爱恋了。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再煮给他听呢？我说嗯好。他说这道他会点菜，会点菜。点菜啊。你知道我都有去长宁去美化我的那个炒面条，先让我来。大两个人大，我练。吃完你要去去一趟，一趟一趟，七五十块。我们不是我们我的认知认为，随时都可以。一定对，因为我们今天来跟他们讲好，到那边做节目，说哎今天来做节目回来，就哇我们全部好高兴，他们好像前几天还，那旁边说你几月份，你今天来干什么？要搭飞机回去啊，然后不行，假日，今天他们请假来，然后非假日。